我们来示范说怎么样用菜刀来剁玉米。玉米我们可以用切的，如果你的刀子很利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这样切。可是这玉米其实它蛮粗的，你直接切切不下去，切到手很红。然后也不能直接这样剁，尤其像这种主厨刀，这种主厨刀因为它刀 很薄，然后这个刀刃 很窄，如果你直接这样剁的话，你会把这个刀给剁坏掉。那怎么样剁玉米呢？我们要用这个角，这个角角这样子，这样从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不要太用力，就可以很轻松把玉米剁开，像是这样子，这样剁下去，扭一下，这样就很容易把玉米剁开。用这个角胶就可以很容易的把玉米剁开，而且即使用这种薄刃的主厨刀，也不会伤到刀子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就把玉米剁成一节一节的。